一个盔甲，不然你有强力胶吗？鞋子不要放桌上，不好意思。放走一次了。这里，这里。你最近不在这里，大家不会看到你那里。但是他今天的感觉。他重点在这里，你只要这样子。这个好吗？都是这位老师。嗨。没有，女明星都会这样子，其实女明星都已经很完美了，还要更完美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路可活了。他的镜头可以不用太多了，但到处都是他的镜头，到处都是他的镜头，路归路，会剪掉的。干嘛这样？真是如意了。只要他在那一天，大家都不会无聊。